好了，预备，预备 ，Go。嗯。三立最新八点华剧只为你停留，首集播出后无线收视有 0.98， 有线收视有 1.12， 成绩不错。为了能延续这样的好成绩，演员们更加努力的锻炼体力，才能应付接下来昂档戏赶拍的压力。只当这四个人一起生动的画面，怎么有点好笑呢？好来了，对，但我们不能这样见面，大家啊，巧，对，好的。每天在片场都会这样。那为什么有哪一个场合需要做这件事？因为只为你深蹲。因为是这样的，勋呢，这个得知了呢，就是我有运动的习惯了之后，他呢一直想要利用他这个天生血统上的优势，他想要好好的锻炼他我的蜜桃臀一姐，对，他想要把这个蜜桃臀给他练出来。这部结合的轻松幽默又有温馨亲情感情剧情的《只为你停留》，播出后完全打动人心。只是在播出前，有人紧张，有人兴奋，真正到了播出这天，家人们的意见可是比演员还要多。我妈就是还是一直在吃醋。为什么？吃什么醋呢？因为其实之前只要有是你跟她吗？没有，我妈妈。你妈妈吃你跟她的醋吗？我哥哥吃她的醋，妈妈吃雪凤姐的醋。她说你在家里都不会这么贴心，然后在外面就那个假的。我是说那演戏。所以你对我都是假的。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对他哥哥是假的。我们来聊聊庆功这件事好了。对啊，其实我爸爸看了之后，我爸希望说我以后另外一半可以找像他一样的身体，就是因为身体一样。所以头要换掉。身材要换掉。就是换掉。哎，女儿啊，我觉得哦，你以后就找一个像这样，你不是这种身体，他头换掉。不是，毕竟你现在已经。有我有家室的人呢、啊。对对对，爸爸就希望说，如果找这样的另外一半的话，这样安全感会很大，他就不用什么的担心。还可以一起去打猎这样。对呀、啊，因为作品需要的就是身强体壮。然后出草。越来越受到大家欢迎的最新八点华剧《只为你停留》肯定会再度引起一波热烈讨论，刺激收视。好，看看。对，因为在戏里面我不可以出八语，我的长辈无法出来，所以我想用我的一些就是欺负的地方，欺负，希望你可以。我可以接受，多看我一眼。笑纳，对，你那不用，你不需要靠这个啊，我只为你停留的。哇，好天高手啊你！戏啦，这是为了戏，前面是我先开始这样子露小小，之后就看男孩子露，就换你们了。其实两戏哥在我不需要，杨震也可以露。好像是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女生露都看惯了，是不是该换男孩子？其实我一直很想要摆脱脱星的这个名号，对啊。好像有点难，真的，陪着大家欢度每晚八点的华剧《只为你停留》，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催泪剧情爆发，逗趣好笑的桥段发生？当然得持续锁定越来越好看的《只为你停留》喽！完学了综合报道。